老板，这都是我的宝贝。嗯，才五十两，五两，这么点儿？你这堆破铜烂铁能当几个钱？五两银子都是多的。不当。切！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！大白天都看着呢。 人呢？来人！来人！你是想让我选这种死法吗？，嗯。什么？赶紧恢复！好。柳青，你没事吧？那个，我爹他还好吗？你自己看不就知道了。伯父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嗯。哎，放开你，放开我，不孝子，对你爹上下其手。我是怕你哪儿被打折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哼，爹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和柳星这个亲事一定要成。谁帮你成亲了？啊？我今天过来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做生意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更何况树木有专攻，树叶有专攻，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你说的对。尝尝。我。这是你做的？哦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我就把麦芽糖换成了红豆粉。红豆的香味可以让奶酥不丧失它原来的口感。嗯，反正我就是不会做生意，怎么学也学不会。我也不想学，我大概天生就是个厨子吧。但是没有我们这些厨子，没有我们这些手艺人，你们这些做生意的卖什么去啊？说的还挺有道理，看样子他也不傻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要是再不同意这门亲事，那我就……你去干嘛？就只能把叶文昭给绑走了。这个气死人的劲儿。和那臭小子一模一样，怪不得他喜欢你。所以你答应了，啊？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让我怎么说？他想让我们叶家断子绝孙，我能如他意吗？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新的一天，今天赢，加油啊！少夫人，嗯，早上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
阿广，嗯，你身上怎么？我身上怎么了？阿广，嗯，哎，嗯，你在哪儿？哎，我不是在徐府吗？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这大清早怎么店里这么多人啊？大清早，现在都5:00了。5:00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刚起床，我刚还在徐府呢，怎么突然就到这儿来了？哎，你能看到大家身上那些线条吗？就类似于画板那样的。也没发烧。哎呀，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说认真的。你失忆了，早上我们一起来的店里，一直待在店里没走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上一刻还在徐府，下一刻就嗖的出现在这里，中间还隔了三个时辰。我和你一起来的。嗯。啊。走吧，去眯一会儿，肯定是没睡好。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你后面的快点啊！我看看，走吧。谢谢官爷。走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这儿？我是谁你不用管。你是不是有很多困惑呀？我明明没有来过这儿，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必须来这儿？哎呀，这个解答起来可就太复杂了。简单的说吧，就是作者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，
就强行设定了一个觉醒区，乱葬岗。当你进入了乱葬岗之后啊，你就获得了自我意识。所谓的自我意识呢，就是让你怀疑存在的本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只有我觉醒？你想多了。哎，这只是个意外。本来你就是个配角，谁知道作者换了十几话后呢，发现你的设定有别的可能。不得不说，现代大众的口味也是越来越独特了。总之啊，他们看你卑微了十几话后，对你产生了同情，纷纷去留言说想多看到你。这不，作者受到了评论的影响，既想给你加戏，又想坚持原先的设定，所以啊，就让你知道了真相。这就是你自我意识的来源。我说清楚了吗？啊？这上面的话都是真的？是的。我这一生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。是的，欢迎你来到24位暖服生的世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能一帆风顺，又有美满的人生，而我却只能做范本？哎，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人人都是主角，那这个故事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说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他们是主角，我的人生却这么悲惨？你不是说了吗？他们是主角啊。有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？啊！认命吧，漫画都快画完了。你总不能让人家倒回去把你改成主角吧，对不对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又杀人？你们这些人整天除了会杀人就没有点别的手段吗？看看吧，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啊，这是不是宣布啊？这啊，去过去过去吧，去，请过来，居然出了好几份，走吧，这个看什么事儿？这么骂人的样子，下一个，小帅，连畜生都不如，最多的就是清理，我呸！这种人要是能当城府司啊，那我还能当宰相呢。说的对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听说呀，这新任的城府司是个大善人。哎，等一下，听说他开宗。既然这个世界都是假的，那我就毁了你们。天亮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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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来，那边，你这还有人呢！这还有人呢！快！全烧了，一袋都没剩吗？顶多只剩数十袋存粮。这怎么向上头交代？大人非把我们偷砍了不可！哎，赶紧搬吧！哎，现在粮食也没了，城里的灾民越来越多了。哎，要不我们在院子里开个免费的粥铺，给大家发粮食吧。饥荒让很多人都生病了，还需要给他们义诊。嗯。你们的粮食有限，这样吧，我和下药组去隔壁城看看能不能买到粮食。嗯，
辛苦了，兄弟。没想到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你长大了，为父很欣慰。滚！哎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干活吧。大爷，给口吃的吧。乡亲们，24位楼放粮了。三妹，哎，夏兰，是做的什么呀？孩子们不能吃。这是我做的炸鱼奶酥，怎么不能吃啊？这不好消化，不能吃。能吃？不能吃。少芬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心点啊。哦。哎，我说不能吃就不能吃。能吃。来，哎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都有。来。来，什么烂剧情啊！我奶奶画的都比你画的好。就这，白等了这么久，这剧情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作者不会是喝多了画的吧？脱粉了，实在受不了这破剧情了。行行好，我没粮食。乡亲们，24位楼放粮了。有吃的了，走，快！粮食，这场景，这和昨日完全一样。消化不能吃，能吃，不能吃，能吃，少芬，对不起，不能吃。你慢点。哦，我说不能吃就不能吃，能吃。这一幕怎么好像昨天也发生过？下一位。回去记得按时吃药。好的，曲大夫。你也发现了吧？今日来看的病人和昨日完全相同，甚至连病情都一模一样，简直就像时间倒转了一样。长姐也是，根本不记得昨天发生过什么。阿广也是，一口咬定粮仓是昨日起的火，可我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在前天。若是如此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。去哪儿啊？现在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陷入了循环了。循环？哇，这是……没事儿，伤不到他。什么呀？这是轻点儿，像翻书一样，像这样。哎，哇！这是什么？你们这个世界啊，是画本的世界，这你们都知道。这个就是你们所处的画本，名叫《24位暖浮生》，作者画了什么，这个世界就会发生什么。哎，这怎么翻不过去了呀？没了。啊？作者没灵感了，所以二位被困在这里一天。那他
什么时候才有灵感啊？不好说，从数据上来分析，有五成的可能是要彻底断更了。不，他怎么说不画就不画了？你找他商量一下呀。我要是能找他商量，我不早去了吗？现在的炎夏，除了你们这种已经觉醒的人，其他的人都是深陷循环而不自知的状态。而且啊，他们只是精神循环同一天，肉体不会。比如说生病、受伤，还有饿肚子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该死还是会死的，而且人死后还不能复生。凭什么呀？对了，粮食这种消耗品也不会进入循环，吃一天少一天，二位自求多福吧。他凭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只循环精神不循环肉体啊？凭什么人死也不能复生？这循环能不能搞彻底一点啊？他要不就全循环，怎么还跳着来呢？这你和我说也说不上啊，这也不是我定的。没事，粮食没了我们可以出城买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们这个画本的世界啊，一共也没多大地方，作者断更了，城你们也出不去了。啊，不能出城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城里闹饥荒呢。这也是作者的设定，城中的粮食一旦耗尽，人一个个的死去，这就证明着停更太久了，画本已经被读者所遗忘，这里的一切也随之消失了。啊，随之消失。按照现在的架势，库房的粮食也撑不了几天，我们能不能挺过这次循环啊？谢谢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消失的。虽然姑姑说这是画本里的世界，但对我来说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生活在我身边的人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子言，灾民应该不止这些，我去街上再看看。那你注意安全。没事吧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下府再发救济粮，大家去领一份吧。啊，有粮食，有粮食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呢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哑巴了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那件事只是个意外，忘了他吧。好。不对呀，你怎么会突然出现？你不是应该也在循环吗？你果然什么都知道。你也知道。怎么样，就这儿不错吧？给你的故事添了把彩。满意吗？粮仓是你烧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哼，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围着你转？为什么我只能在你身边当个丑角？为什么我就注定得不到你？为什么？薛木，你就是个疯子！疯子！我比任何人都要清醒，夏雨冰，你知道吗？你才是所有悲剧的始作俑者，整个故事因你而起。如果你当时在新婚当天乖乖被毒死，夏大水和赵姑娘就不会死，就不会有饥荒，不会有战栗，不会有现在这些奇怪的事，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因你而死。
夏德水跟赵姑娘都是你杀的，粮仓也是你烧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逃避了自己的命运，所以你的厄运会牵累到其他人。现在城中百姓正重复昨日之事而不自知，这跟你都没关系吗？无间轮回，这就是给你的报应。不过，只要你跟我走，离开眼下，离开这些人，也许这一切就会消失。瘴疠、饥荒、城中怪事，都与你再无干系。你们这个画本的世界啊，一共也没多大地方，作者断更了，城你们也出不去了。莫非？真的只有他能打破这个循环，走出城去。好，我跟你走。真的？你说的对，这一切因我而起，也许只有我能终止它。走。群画中蝼蚁还想抓我，哼，什么狗屁作者狗屁主角，到最后还不得顺着我薛木走。都一个时辰了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少爷放心，少夫人她一个人也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啊，少夫人，薛木跑掉了，少夫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少爷。这个东西你在哪儿捡到的？就在这儿啊，刚刚有个姐姐在这里，她让我们去领粮食，然后她就不见了，这是她掉的。这里还是爷爷家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所有的局势都因你而起，你又从城外来，我跟着你只是想看看能不能走出去罢了。骗我！你又骗我！夏雨冰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杀了我爹，你害死那么多人，你还想我怎么对你？好，反正留在城里也是等死，既然不能带你走，那么就一起死！不要，薛木，你别做傻事。如果我死了，整个世界都会消失的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假的，早就该消失了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要是晚一点来，可能就见不到我了。你先等我一下。厉鬼，生生世世缠着你们！不要！
陈府司已经定了他的罪，我们把他带回陈府司吧。可是你爹，他杀的不止我爹一个人，那么多无辜人因他而死，这些债他都得慢慢还。这些看守明日还会循环，会不会把此事忘了？没事儿，现在全城都知道他是通缉犯，只要他待在里面，就不可能会出得去。啊，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这是要干嘛？种红豆。你今天种下去，明天又没了，有什么用？那可不一定啊。这红豆吧，既是种子，同时呢也是粮食。这姑姑说粮食不会循环，但她没说种子不会循环，所以干嘛不试试？来，拿好。又要干嘛？做推广。走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现在城里闹饥荒，每天领救济粮也不是办法。这是红豆种子，你种下，等它长出来，你就有东西吃了。嗯，我堂堂一个猎户，上山擒的都是豺狼虎豹，你让我去种地？哎呀，可是这豺狼虎豹现在都饿死了，咱还是把饥荒先熬过去，再去擒他们吧。说不种就不种，滚！说什么？大夫，我听说你们在城里号召大家种红豆。哎呦喂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家院子小，没地方种。除非……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要钱？不种拉倒，我们走。过了今天，钱还是回我们的口袋，给他也没事。拿的。哦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唉，希望明天起来这袋子是空的吧。但愿吧。我们还是安心赈灾，等待作者灵感吧。不行，种子代表着希望，必须种。我堂堂一个猎户。张夫人，我们来给您送红豆种子了，张夫人。哎，好了吗？你最近怎么要花这么长时间？有吗？哎呀，女孩子嘛，总要梳妆打扮一下嘛。你这个脸
看吧。其实你不梳妆也好看。知道你很迷恋我，走吧。继续赈灾吧，等作者有新的思路。不行，种子代表着希望，必须种。17天，24位更新了吗？没有。16天，今天也是想念夏雨冰的一天。15天，向夏掌柜想到无心工作。欣赏一回合。